小二郎。住手！这，你干嘛？我干嘛？那么好看一个美女，说打就打了？我家缺女人，关你什么事啊？男人的手是拿来打天下的，不是拿来打女人的。你喜欢是吧？送你了。谢谢你，帅哥。美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啊。你干嘛？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你连女人都打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的女人，我先怎么打就怎么打。男人的手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不是用来打女人的。好，你喜欢是吧？输给你了。谢谢你啊，美女。不用谢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死了。住手！她也是你的女性同胞啊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我打我的人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果然，最毒不过女人心。你喜欢我姐妹是吧？那送给你啊。美女，你没事吧？帅哥，我没事儿。我操！无情！我操！你们给我等一下！怎么了？快过来帮我打他！男人总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不是用来打女人的吗？我你吗？哦，你怎么了？那边有什么？你说呀。对呀、啊，有粽子。是粽子，不应该是端午节才吃的吗？把它粽出来应该是月饼啊。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你听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哎呀，我这手机掉下去了，叫你帮我捡一下都不行，小气鬼！哎，原来是个美女啊！哎，你早说嘛！来，美女，手机给你，谢谢你。你下次把头发扎好一点，刚刚吓我一跳。我刚刚是捡手机的时候头发被弄乱了。哎，你拉我一下啊！美女，你是一个人吗？你不废话吗？我肯定是一个人啊。那想必你也没男朋友吧？管我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男朋友那就好办了。你想干嘛？我不干嘛。你给我走开！反正你也没男朋友，我们两个凑一对呗。给我放开！再不放开我要报警了！英雄救美的时刻来了。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欺负美女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他乱说，我不是他女朋友，帅哥救我！听到没有？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哥哥，你刚刚好帅呀、啊！一点点啊，再这样。哥哥你好帅呀、啊！住手！喂，放开那个女孩！这人有病吧？赶紧滚！咋跟我想的不一样呢？哎呦我的妈！给你，那不是小糖糖吗？怎么在这里啊？不还给我算了，我还有。那我就快了。住手！你为什么要抢小糖糖的东西？我劝你走开，别摊上事儿了。我劝你赶紧给我走开。好。哎呀，谢谢哥哥。不用谢，给。小糖糖，你拉我干嘛？
你救了我，你必须带我去玩。不用吧。小糖糖要走了不？小糖糖，我们不玩了行不？小糖糖，我们回家了行不行啊？不，我还要玩。走回家了嘛。小糖糖，回家了。我不，除非你带我去大游乐场玩。要不下次。不，我现在就要去，现在就要去。我现在就要去，现在就要去，现在就要去！还给我，还给我，就不还给你！大哥哥，你救我！阿伟叔叔欺负我！我才不救你了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我救了你，你还让我带你去游乐场玩，还让我给你买好吃的！啊呸！你当我傻呀？还好我没救你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跑啊！我到底要不要救他呢？你给我跑啊！你不管了，救人要紧。谢谢你啊，你人真好，我要嫁给你。好啊！我带你去见我哥哥。哥，我要嫁给他。哥，我要娶你妹妹。可以啊，彩礼50万。可以啊，彩礼50万，可以啊，彩礼50万。帅哥，救我！我救了你，你又要嫁给我，还要让我拿50万的彩礼，你当我傻呀？不救了。还好我聪明。